哎，我的伙伴怎么都不见了，鱼也越来越少，我要去陆地上瞧一瞧，看一看到底怎么了。到了，哎呀，海滩怎么都是垃圾，难怪有很多塑胶飘到我家，害我们苦不堪言。所以我们应该减少塑胶的使用，出门自备环保袋。还有还有，大家在吃海鲜时也尽量选择当季的海鲜，渔民在捕鱼时也不要捕还没长大的鱼。也有很多海洋生物都是因为海水污染而死的，就是因为工厂大量排放污水才导致如此。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被重视，因此大家才会如此随意把生物当成食用品。在陆地上的种种，让我对于人类更加的不信任。请大家要尊重、善待与珍惜海洋的各种生物，毕竟它也是一个生命，也有自己想要活下来的理由。你的一个举手之劳，就可以拯救许许多多伟大的生命。珍惜一小步，永续一大步。珍惜并不是善意，而是为了让这个名为家的地球变得更美好。